个般的接近，是是非非的正义不磨，导致八卦堆积。 我们今天要录下几部视频，其实这个视频真的是还蛮曲折的。从去年开始到今天这个在录完，应该是已经是第三个版本。为什么前两个版本不用？是因为我觉得一直效果都不好，所以说我打算这一次就是一定好好的给它录一个，然后跟妮这首歌好好的说句再见，因为真的拖太久了，你知道吗？ It's a new life for me, and I'm feeling